报告处长，这个门为什么是开的呢？报告处长，我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一般小老百姓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我们做官的人开门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招财进宝要发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懂了呗？是。懂了关门了。哦。 我最怕走进这个大厅，我的房间了。少了一个好女人，就不是个家，只是一栋房子。来到台湾，我才知道，一个爱国的忠臣要忍受多少的寂寞。难怪这些重党爱国的人越来越少。 报处长，后院有人。那个混账王八蛋啊！啊，天王处长李恒仁的公馆随便可以进来，你不怕被枪毙啊？李处长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你混蛋，你王八蛋啊！你没有看到渡江军大驾光临，你瞎了狗眼，你不怕被枪毙啊你？枪给我，我就一枪毙了你啊！ 跪下去砍到你，我就生气啊！去给我泡最好的茶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是，报告将军，豪人反恐，竟然不知道将军您大驾光临啊！刚刚将军您说属下好大的官威，这比杀了属下还难过啊！将军您好比是大太阳。 豪人，我不过是小小的银斧虫，这个官威怎么比得上您将军的神威呢？将军，您如果是二郎神，我不过是您脚边的哮天犬。刚刚将军您来，寒色是蓬荜生辉，万丈光芒吃的这个哮天犬呐，睁不开眼睛啊，所以一时之间就吓了狗眼啊！请将军原谅，原谅。好了。 说你在我面前好话说尽，背着我坏事做绝，怎么敢劳动您大驾呢？所以我只好移尊就教了。李处长，今天你可要好好教教我这混账王八蛋啊！将军误会，误会，误会啊！ 报告将军，您听到的是重伤啊，是小人对豪人的重伤啊。在将军您的大力提拔之下，豪人有比较多为国服务的机会，难免得罪了小人呐、啊。但是这种小人的伎俩，怎么躲得过将军您二郎神的神眼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请用茶。将军。 请稍后。那什么玩意儿嘛？我不是教过你，泡茶80度，茶水的温度要80度，泡出来的茶色、茶味跟茶香才是最好的嘛。混蛋，这是给将军喝的茶吗？滚滚滚滚下去换果子，讨厌死了你！哦。 听起来你还蛮懂茶的，可是为什么就不懂得分寸呢？我问你，为什么把一个有夫之妇给睡了呢？现在有人在老先生面前说你的小话，说该怎么办？报告将军，侯人在您面前不敢说谎，有睡了那么一觉。 但是，请问将军，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够像将军这样刚正不阿、公正廉明、坐怀不乱、有为有守的谦谦君子呢？如果有，那豪人就是有罪；如果没有，豪人不过是犯了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
请将军高抬贵手，让豪人有一个将错就错，不是有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好了，算你会说话，这件事我就暂时记下，先不跟你计较。但是要是你敢再犯，我就亲手毙了你，免得你丢人现眼，我丢官。是。我问你，大陆是怎么丢的？报告将军，文官爱情爱女人，武官怕死不要脸。说得好。那怎么我听说你也爱钱呢？而且爱很多很多钱。报告将军，豪人不敢说谎。有，我拿了一些，但是不是拿钱，更不是拿国家的钱。那你拿了些什么？报告将军，豪人对不起您啊，在没有得到将军您的允许之下，属下自己就为将军您做了一个长远的打算啊。是世事难料，说不准是有个万一的。报告将军，我们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了，如果再要退，我们就像那个李宗仁一样要退到美国去了。一旦到了美国，什么都可以不要带，但是黄金一定要带。 Gold is like God, in GodWe trust in gold. We trust more. 这个黄金就像神一样的万能啊！哎，所以属下也为将军准备了一些万能的黄金。副官，拿两盒饼干出来，快点！豪人啊，我听了很难过。我怎么教出像你这样一个财迷心窍的人？报告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是。报告将军。这黄金的光芒可是很刺眼的，很容易让人看不到事实，看不清是非，看不到国家大义。豪人啊，你可要戒慎恐惧。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先走了。宋将军，不必送，你给我好好办事就行了。是。真要送，叫副官今天晚上送两盒饼干到我家。是。安排一下，让罗亮光来见我。我用得上他。是。无怪人咧讲哦，一日无事啊，是小神仙啊。三斤也无输吼，是大少年啦，会当经营实在是足好诶。伫外面做代志啊，不如讲是咧做人。代志本身是足单纯诶，但是人太复杂诶。所有真侪人啊，希望要做神，也要做仙。其实人对家己是上界袂满意诶，所以着爱定定找一寡代志来做。来满足家己的空虚，有自信的人，就会摕过去的家己，甲即卖的家己做比较。
啊，若无自信的人，就会替别人甲家己来做比拼，而且常常拢会牺牲别人。平常时来看你戆戆，凊彩讲两句还阁大道理呢。哎呀，那呢林刚哦，我都要找时间哦，较早出来甲你钓鱼开讲。但恁查甫人有倒一个爱听道理，啊，若无，谁人都常常小酒小撮去行酒家，开钱买好听话来听。啊，就甲你侮辱两句啊！啊，你才甲我倒高正下。要哪呢哦？林刚，我要开钱来酒家哦，听好听话。哎。大哥，有两三个作善员，我要来找你。阿爸，跋倒一摆，是咱家己无细理；若跋倒第二摆，会用讲是咱家己戆；若是搁有第三摆，你这世人所听到的都敢若有笑话，无好听话。你看你的左手暖，把人拍到安尼，唔知你有啥物拍算无？晋生，我昨日受真大委屈啦，啊！这医药费哦，我会全部负责。另外，我若做会到的所在，请恁大家吩咐。我所要求的，你一定做会到，惊你唔敢做尔。晋生，认真讲，这是无我这下骹手人讲的余地啦。啊！不过拄只，阮头家已经表示上大的诚意啊！啊，你今仔讲着话，毋是用黑的，就用翕的，这咱社会讲袂通啦。我所要讲的代志，客气我就讲无话啦。毋是我对恁头家有意见，是阮的人去用欺负、糟蹋，我这口气吞袂落去啦。你吞袂落，袂用无的哦，韩姐啊！你即摆同我讲代志啊，毋是要收钱的。晋生，我知你即摆心狂火大啦。你拄只讲的话。我知恁是爱我替恁出嘴，但不过真歹势，我能力有限啊。这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这是决心的问题。阮希望你参选到底。是。那阮头家个性我常知啦，伊若讲唔选就是唔选。晋生，罗先生，伊讲的是不是事实？安尼好，阮先生咧，你若是要继续参选，咱才来相找；你若是唔敢选，就当作咱大家拢无熟识。阮先来走。顺正啊，大家啊，一桥要选，光桥选唔选？我想一声拍落去啊。这张桥啊，上桥嘛要有勇气，下桥都要有智慧。唉，阮两行拢无够。啊，我来接你。喂，啊，刘良讲我本人，啥？
副官，换个人报告可不可以啊？报告，进来。好，副官，把桌上的档案给他瞧瞧。是，将军。这我没做啦，报告将军，他说他都没做。我知道啊，不过既然我们都写了，他总得认个两三条吧。这我明个真的啦，这真有大事都大条啊。将军啊，我看你开一个数目啦，好。混账东西，你认为将军是要钱的吗？这样好了，给你个机会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你看怎样啊？将军，那请你原谅。这样，我想请你为国家做点事儿。用得慢无？逐摆恁讲的代志，拢愈误愈大条。我是善良的百姓。将军啊，啊无安尼啦，咱来借现金，啊我来寄有好无？马将军，他说他愿意付现金。你的事儿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继续参选，为国效力。啊，我都已经决定不爱选啦，啊这是足麻烦的代志呢。马将军他不选。不选也可以，我给你两条路走。第一条，家破人亡；第二条，身败名裂。你选哪一条啊？将军啊，这两条拢是好路呢。我看咱用的搁参详一下呗。报将军，他说可不可以商量？哼，没得商量。你就给我选，而且要骂政府，骂得越凶越好。这点是什么？你收起。你这点是我已经等足久啊啦。你字看好啊袂？无我甲你讲哦，你唔通胡白开钱哦。啥物钱吼，要互你头家出就好啊。你唔通歹势呢，你甲伊做长工做遐尼久啊，就算讲无功劳，嘛有苦劳啊，对无？所以来哦，你就爱甲你头家讲，咱爱开一间店。即摆先想到遮就好啊啦，我等去再想看卖。还有啦，韩子啊，我先甲你警告哦，你是袂用去拍某的哦。袂啦，我袂啦。我就知影，我咪看唔到人啦。嘿啊，啊我都还无拍什么草某呢，变来拍某。你讲啥？阮头家因家吼，有真个代志，无我袂使哩，因为是阮头家娘吼，你都唔知哩。我知啦，我只是想要知影，你送我这卡金手指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要甲你添砖啊啦，阿美啊，歹势，辜负着你的好意，这卡手指甲你添砖，互你嫁一个好翁啦。阿姐啊，我有一句真心话要甲你讲，你一定要听入去。好，你做你讲。我洗目睭到今嘛，我唔捌看过像你遐尼啊杂头的人啦。
什么味道？又是你们这个房，你们准备想拆我台是故意的是不是？是哪一个？给我站出来！是我，丁红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要拆你台，我故意的，你怎么样？很好，把他带走，带去哪你们应该知道。到外面守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是。我说丁红玉啊，你是故意闹事情，想找机会和我谈谈，是不是？我是打抱不平，顺便想和你谈一谈。我怎么知道，我把事情扛下来，他真的会没事？好，我就说一件只有我们俩能知道的事。我说出来的话，你就知道可不可以相信。之前被枪毙的吴金水，你应该认识吧？不认识。你当然说不认识了，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身份还没被发现。丁红玉。他可是你的联络人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身份还没被发现，丁红玉。他可是你的联络人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现在是个处境艰难又需要明哲保身的人。您的案子因为一直找不到逮捕的人，所以到现在还没结案。这李豪人咬这案子咬得非常的紧，不过你要是肯签下这份口供，承认你自己就是主谋，就可以保住其他的人。听你的口气好像认识吴金水，那你就应该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吧。他的本名叫做张阿青。
请看，林宏宇，唔通遐倔强，倔强这两字伫遮，敢若会用害人，袂当救人。你掠着我的人，但是掠袂着我的灵魂。倔强，是为着要保护我的灵魂，莫受着恁的污染。山花孤单哭咧咧，无声无息唔讲话，伊拢唔讲话。孤单山残花，知音无几个，无情无爱无机会，伊拢无。残花孤单哭咧咧，无声无息唔讲话，伊拢唔讲话。孤单山残花，知音无几个，无情无爱无机会，伊拢无。
站站。这届是恁祖公啊，要甲你保庇啊。我是唔知你祖公啊，是毋是常常有时间咧插？欠我感觉，你哦，你就快甲乱舞咯，阮这无代志，阿拢互你牵拖咯。既然安尼，甘愿我来害你，嘛唔愿你来害我，了解？哈？啊呐？无欢喜哦。同你讲啊，哈，哈，哎，哎、欸，大哥，嘿嘿嘿，啊，求神来啊！我看你欺负人哦，不如我甲你欺负。啊呐，你若好霸收银哦，遐个衫裤你甲洗洗，啊，啊，我若唔肯，啊，你若唔肯哦，啊，就足简单个。你若唔洗我吼，我就甲你洗面啦。我讲一摆，咩无？好霸收银哦，遐个衫裤伊甲洗洗，啊，啊我若唔肯，啊你若唔肯哦，安尼就足简单个。哦，你若唔洗我吼，我就甲你洗面啦。我讲一摆，咩无？哎，大哥大哥，放手啦，大哥。三百，恁实在较久，恁难知我个性啊。嗯。我意思是讲吼，我吼。解释是输啊啦，安尼，安尼，安尼就卖啰嗦，行啦，解释。那不是副主任帮你耍，凭你顶下的代志，早就应该把你关入去毒气房内底啊。哪有通让你伫咧遮放风洗衫？丁宏宇，你卖阁闹啊！是有听到无？
是在找这个吗？报科长，刚才我在晒衣场发现这个东西，这往好的方面想呢，是这些犯人在传着玩的；这往坏的方面想，是有人要搞串联、搞组织。我绝对有能力自行查办这个案子。不过这样的话，科长您的面子就挂不住了。所以今天我专程来先跟科长您报告，等您指示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有一样东西非常的贵重，贵重到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判定它的价值，那就是自由。这些人啊，被关进来了，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，甚至他们的生命脆弱到连一只蚂蚁都不如。张主任啊，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，他们这些人比较内向，可是他们的内心呢是强悍的。你们不是有一句话说绵里藏针吗？你不要以为软绵绵的棉花就不会伤人啊，当你想用力打它的时候，藏在棉花里面的针呢，你越用力它就会越刺伤你。我看我们还是尽责了啊，就不要再伤人了。科长您说这么多就是要我手下留情吗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这里是监牢，不过林科长你好像把他当成慈善事业在做。你们不是有一句话说人在公门好行善吗？佩服佩服，今天我真是领教到了。我们是军人，科长你是平民老百姓。今天我坦白不怕告诉你，就是有过你顶，有功我领。这怎么做呢？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长官好，我还真的看错你，跟我来。是。长官好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告诉我？报告长官。没有啊，我对长官一直都忠心耿耿的。我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的人，明明做了好事却不邀功。我没白教你，现在国家就处于多事之秋，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。来，这你举报的共产党丁红玉已经判下来了。怎么判的？二条一，恭喜你啊，小安，你得到最高举报奖金了。是我一死刑。
我即摆到即摆，我一个印象上深就是讲，即个伫保密局，到我关做伙，有一个台中的伫山地在做老师的，做刘文。啊，伊保密局以后，我都无关做伙啊啦吼，来到即个军法事务啊。但是伊的小弟，应该我自己差不多当时差不多啊，足岁来算哦，到17岁，17岁以后，有一载把他回救着。啊，这囡仔是伫个伫别个吼，老化啦吼。但是这个囡仔被叫出来落来吼，虽然17岁囡仔体格真好啦吼，但一间一间的老房吼，徛在遐老房的头前吼，啊，遐老房遐栏杆的底下咧吼，啊，一日干嘛搞阮搞阮招呼阮睡倒下，哦，啊，来到阮遐老房的时候，阮逐点点点吼，啊，看到安尼一边安尼吼。啥亲生孙啊，紧张啦吼，都叫着伊啊，再讲起，即出去就是要去死啊吼。但是吼，因硬吼，17岁囡仔，硬硬咧，甲咧镇定落来吼，啊，甲阮挨下子讲吼，各位前辈吼，啊，受到恁真多吼，就好，我即马要来去吼，大家请保重，再见。安尼可以看出去。我这个翕幕吼，到今仔我拢记啊清清楚楚的，我真拢袂记的。这17岁囡仔，阿无放火，阿无共偷这物件，阿无做甚物款的歹代志，伊有犯着甚物罪？我爱让恁抓起遐呢，让恁去清查。所以这个印象吼，我规世人拢袂记的。